有的人呢、啊、要看医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啊，这个很多了，发现癌症了、啊、来不及了，所以我就都通通告诉这些徒弟，平常要去抽血检查，抽血检查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真的不是，不能开玩笑，看不对劲你就要赶快治疗，看不对就赶快治疗了，你就放着给他死，死还没有关系，你不会死啊。你自助念助念了好几天，你眼睛都不死不闭起来，你不会死的呀，那就拖，活也活得很痛苦，死也死不去，那个时候念佛也念不起来，整个意志上进，你会发现佛法用不上，佛法用不上啊。所以你如果你记住，如果你想临命中很正念的往生，你要记住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就是我诚挚的邀请你走进我这个健康的世界的人里面，这种经验大学，我付出生命读了这一门经验大学来告诉你，如果你想你命中很自在洒脱的往生极乐，你保持个脑部很清醒，你不能有病，当然完全没有病是不可能，但是有病你就赶快求医，用智慧来调整自己，这是我肺腑之言，肝胆相照，哎，中国人很会弄这个名词哈、哦，用这个肝跟胆，用这个肺跟腑，是不是？哎，肺腑之言，肝胆相照，哎，一感中天，是不是？哎，希望你们听话。